你竟然可以有两场的串流，两场的直播呢，这是第二场呢。那再来看第一场，刚刚看了有声音了，因为笔记型电脑荧幕直播了，所以那个画面是 OBS Studio 这个程式的操作界面的。那选那个叫做监视器崛起的。哎，怎么才只有1秒啊？不晓得哪里操作弄错了。你看，我跑到别的网页，跑到别的。如果有安排说看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他就不会跑到别人的影片了。可见这个操作过程还要再研究学习，怎么会变成两场串流？那到底是从这个工作室这边右边控制项这边点按虚拟相机，然后点按开始串流，然后管理直播。标题啦，暗活，这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的话，就网页拉到下面，点按继续直播，进行直播啊。可能这个是第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进入那个自己的频道了。今日记者的频道在首页那边哦，右上角那边有个摄影机的小图，然后有加号，按下去，然后第二项选进行直播，可能也是做这个动作才会造成两场直播了。一个是从工作室产生的直播，一个是从这个自己频道的首页点按那个进行直播，才会造成两场。那如果是两场的话，是哪里弄错吗？不然怎么会只有1秒钟呢？你看，进入自己 YouTube 频道。所以啊，那你注意看哦，这里有个摄影机的小图，然后有加号，有没有？要按这里，好了，按下去哦，按下去，然后第二项有没有？进行直播，按下去，进行直播，按下去，这样它就会有准备直播了，有一场。那刚刚那一场没有关掉嘛，所以可能是这样变成两场。你看，要安排直播时间呢。你看这么多即将直播，要安排那个直播时间呢。你看，类型叫网络摄影机，然后也有直播软体的，这个用虚拟相机。就是虚拟摄影机啊，网络摄影机啊，虚拟相机啊。第一次设定就是我只使用虚拟相机，这样才能用荧幕直播啊。没有那个摄影机拍外面，但是它会接收那个声音，用手机啊播放影片的声音，它就会截取。又像刚刚看影片有听到声音，好像这样看影片，它的画面是这个工作室的操作界面，那声音是读经。那你画面也可以给它那个，比如说佛像啊，或者是投影片啊，那个都是要去研究设定。